片打个底，用飞梭桶保护白画蝴蝶了，不画不出一模一样的蝴蝶啦，是这么回事儿就行。嘿嘿，蝴蝶画的越多就越不累。十秒钟 ，over。用到的是这个牌子的炫彩豆壳，带着珠光，带镭射的那种。这片太大了，用电动剪刀钢推啊，给它搞碎。这个要看你画的蝴蝶大小，要是大的蝴蝶的话，就用大一点的贝壳；蝴蝶小的话，就再搞碎一点。上点底胶就开始往上铺，边缘呢就用这种形状正好的贝壳，这样铺的会规整一些。全部铺好了就是这样，加个细一点的光疗胶就拼一下，再给表面打磨平整，且无反光点。上拉丝胶，这个是免洗的，照灯30秒可以直接冲磨精粉的。然后就是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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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Finally， 这个 AMO 的拉丝笔，拉线笔，不错的哟。全部拉完，照灯30秒，冲这个银色的磨精。翻车了，这个线条太多了，没是没，但是把玻璃壳都挡住了，磨掉重新来。这个蝴蝶的精髓就是线条拉的尽量细一些，少一点，不要去挡住贝壳。我也是在给你们出教程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光疗胶包一下，封层就 OK 了。哎，这款在室内真的很难拍出来它的好看，看看在自然光下拍的话会好一点。